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，用体风水学传法讲座。啊，咱学校校长呢？啊，老师，啊，你好，有个囡仔，啊，你告诉他们这么做，囡仔一日一日是聪明，你干呢加油啊，加了卡手啊，皮皮喘，啊，再试下，黑手黑手呢，啊，用一刀一卫生纸，啊，你再要出，我都去做安溃，做完弄啊，热敷就好了，真紧，好吧？要过来，这个方法，你咱是大人，还是咱呢？手甲倒手心，甲戴下头，啊，正手呢，你甲轻轻的拍阿毛棍，拍者，拍阿毛棍，拍拍热热呢，一讲下十五分钟，拍拍热热，啊是自己拍，或者自己字呢，啊这里甲你拍热热呢，几偌轻松呢？救人不是救家己，救家己不是救真真正正的家己是啥？智慧呀，这嘛是风水呢。幸福的风水给你调理的，啊，真侪人哇，我心脏歹，我你心脏歹的人，十个九个都胃歹，啊，十个九个胃歹，啊，胃歹甜就歹食，啊，你就食一寡胃药食好些，心脏就无代志啊。真侪人啊嘞，可惜嘞，咱哩疏忽嘞，这嘛是风水，这是个人幸福的风水。那么再来，咱工厂的风水。门清金，厝四亮，外大门上重要。你若外大门向出去咧，咱有个人咧，好运气足悬咧。咱的大外大门啊，好运气真悬，会标啊，家己公司马虎。这吼，你家己惹家己的麻烦。内底兵欺主，弩欺主，兵欺主辅助人，弩欺主员工，讲袂听。哦，王刚有当时啊，乌龙蛇都出头一大堆，哦，跳到发觉袂服啊！你个怪王刚，你变个怪，因为你个风水你用唔到遐。咱向出去好评，咱莫管，咱会当创良评好管。咱若要做公司的看板，你拢甲做良评好管。咱大陆、台商真济出去吼，啊，都好评管啊。哦，物价呢吼，遐个歹习惯。啊，派出馆咧，我迄个共产党哦，伊传两个，当时国父传两个徒弟，啊，两个徒弟咧，一个在台湾，一个在大陆，啊，一个传来只官员出头啊，差不多，啊，提前来，你不提前来，我觉得不管你提前来就好，铁栅来了，一个是提前来，铁栅来了，哦，提前来讲，哦，那就结果过回去啊。哦，那我们不能五日水哦，都没杀的哦。啊，结果呢，摸了几个出头来啊。我哎呀，你不要怪他们啦、啊。你的问题影响到你一家的公司，影响到亲戚朋友外在遐的问题咯，会发生。你莫去检讨别人，检讨你家己，唔对。门换起哩，你把门换关，两边家关起来，刷过了，稳定嘞。所以我设计，哦，有一支马裤，真水真大支的马裤咧，一个二三米遐尼高，啊，伫大陆，即马足一支啊，咱反正人看的马裤都是咱台湾人，是啊，啊了咧，公司上稳定咧，啊嘛互相相尊敬，啊中共咧，啊那么遐咧，啊因为有关的人员嘛会互相相尊敬，无无中生有。不是空中庙宇哦，不是空中庙宇哦，无中生有。所以咱公司共享，咱外大门一个哩，尽量两边好关，好边街都无输。还有咱的警卫室，
敬畏心的吼，那真可能会当伫良平当然搁较适当。啊，若不得已的，你才是好命，莫去伤悬。啊，去伤伫去伤悬的，哈，会当内心通外鬼。好，迄后面老师，我看足是惊啊，迄后面老师。啊，再来咱当处长这位，当处长这位就是神位。啊，咱这间庙的主神的神位吼，啊，都是咱阳光阿姨啊，伊这迄就是神位啊。啊，神位呢，良平爱当嘛，啊，良爱靠你边，尽量靠较外边。你无好边靠一边，你若好边靠一边嘞，哈，代志吼，你三马做都袂顺失，因为你要再看卖嘞，咱若正边靠边，要帮嘞，你倒边靠边嘞，哎，就稳嘞。所以咱多位，我这多位，甲刷伊迄边去，一个足稳在。你若刷一边过嘞，那像人要甲你欺负，无中生有，自心嘞，自己的心就乱呀。我看足侪机关嘛，同款，啊，官员嘛同款，啊，甚至咱的国家重要的元首，一位嘛是拢同款。因为咱融入自然，唔是叫自然来融入我。我啊，我什么名？啊，这什么样？我甲各位报告，咱爱融入自然，因为大自然磁力线，伊是配天配地，咱来融入大自然，咱的根就出来啊，根出来，咱智慧就出来，大家结好缘分。若是你靠唔着伊，阴阳颠倒，难免的，你逐项拢袂顺时，袂顺时，怨天怨地怨老爸，啊要怨家人，无当好怨，家己艰苦家己。结果呢，咱家己自己的位置，立于，嘿，不是不败之地哦，立于失败之地，这就是公司工厂，公司董事长，迄只重要部门的，咱拢爱好坐着位。这是咱家己呢，吼、哦，咱爱有智慧。曾经有一位先生，啊，伊都家己都是多位就去啊坐处处啊。我咧坐呢，伊个人讲先生甲讲，我爱，我明爱坐处处啊呢。我咧处处呢，就是一支弓，一个箭头，啊，手就枪啊都要出哩，伊就刚刚夹嘛，就箭头嘛，哇，安尼啥个，你都坐啊，说者都要拍到出哩。你永远阿爸嘛很孝顺，阿爸很孝顺呢。你讲哇，老师啊，我读书了最近啊，哦，你我来，贪无够了，贪无够好，迄个还那么无些不能教位。我讲你迄就是你立足点唔对啊。我你超正多啊嘛，四平八稳嘛。因为师傅啊，我的命爱迄命，你有命自个无命。哦，你都爱讲就自然四平八稳，安就对啊。啊，都讲咱主任讲，我哎，解了，哎，足好势，啊，这都安怎对哇？所以各位，咱工厂的办公室董事长的位真重要。啊，再来咧，好、啊，咱的，另外，咱那所有的机器，机器尽量一直良品上好。你若良品好品拢有就无要紧，你若规个拢就好品在当。你要经营，你要注意啊！无中生有的代志，要收者。哦，这就是因为咱好病，就是离卦离为火，先天八卦离为火。啊，火者爱静，火者袂使咧动，火动者会伤人，火动有血光，火动有官司，火动呢，有只无些不吉的。口舌是非拢会来，过来了钱，哦，啊，物件做好好，是安那，再去人外国再到位来啊，哎、欸，奇怪，你我内底哪会欠一支螺丝？吼、哦，迄个真懊恼，你知哦？拢顺甲丢到位了，欠一支螺丝，是安那来？我丢啊！我们检查过了啦，三个人检查，结果欠着迄支螺丝，是安那来？足奇怪，无中生有啊，唔是空中妙有，空中妙有的佛法，无中生有生有的世间法。而且呢，我常常有碰到咱的信徒有发生的代志。
过来咱的，好，咱即马工厂有个人想啊，我出去吼啊，庭院做一窟水，咱也做了好平，好当好平有水了。啊，这无西部的无中生有，但是有够多，滴滴滴滴，甚至也都小台小怕，但是嘛足多，爱足注意啊。我讲啊，我拢无发生这样袂歹，袂歹，我都无反正无老古个教育。哦，这个我再做些过。哦，咱哦，咱啊，一样水尽量伫两边尔，水底啊，尽量做两边。门尽量一样开好，开两门，唔通开好门。外大门我办公厅咧，出去开好门，开好门咧，虽然会趁钱，大进、大出、大入、大了，开好门，这外大门。哦，这个我再加一年过啊。还有呢，咱的工厂，咱的设计型，比如讲，我那些办公厅向安呢，好平去足远呢，迄公司，迄个经营足忝的都对啦。那你怎么办？你现在去也去去两三楼去啊？啊，安尼遐尼悬，滚头无举起来，你怎么办？迄都足懊恼的代，你个要无多办公厅换位安尼尔，办公厅换。你把这个自然离开这自然，因为主人一起长寿的，啊，这主人配天配地，那人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分子啊，那俩，所以咱不用违背着主人。我应征众多这样的子女来，台湾世界各国，无论什么种人，啊，不管是人多啊，你若违背风水，拢袂平安。这是我这多年自己的经验。哦，咱要来咧，啊，咱水塔，水塔真可能会当带着两边上好，两边工厂的两边上好。哦，啊，这一呢，梁是最最是宅，最爱活动，爱对面顶由上而下。啊，这呢真自然的由下和上，上再下，一来一往。哦，这里。虽然讲啊，这影响真大，但是呢，咱若年温、煞温、水到遐，迄年你就艰苦一寡。这侪年我印证的结果，要火鼎、火炉。火鼎呢，真可能哪会当真正用伫两边上好尔。曾经我去咱台北有一间铁工厂，我下头个，你所有的机器、普列斯拢热、拢好平。啊，过来呢？你的这个合作火炉弄的好平，你这死人诶！黄老师啊，我只已经死两个去啊！啊，有诶呢，唔使讲伊啊，面个拍个火顶来滴，有够可怜呐！啊，死去！啊，一个呢，你吊物件就要等死，你问我要安怎？我爱个超多啊，爱请伊处理啊！请顶因厝的人来只阴魂呐、啊！伊讲有啦，较早来阴魂，我也无烦人弄一只。得到兄火，伊讲系啊，暗时拢拢切掉啊，三个半暝火要过多，顶下路要多。哦，我讲安尼啦，哦，我甲家公去求神王爷，甲土地公来甲你接引，哦，这两个灵魂等引导。哦，你都爱传家拜拜咧，啊，烧金纸、银纸、烧银纸，甲托你讲金烧开咧，请托你讲甲传等伊。啊，照时间来甲拜拜咧，火甲点了咧，迄金纸那火是明灯去点，结果火是桃花咧酸咧酸出咧，哦，还往个饼咧拢要死我。那这两个家咧，啊，这两个转了酸死，转了出去，迄金纸转咧。会的点都拖下死的哟！你看我啥无讲？阿廖转着顺序啊，无三个半暝有人在那遐会。哦，这嘛是风水的一部分啊、哦。虽然风水爱要济，啊，不要来济，咱传真济妙法啊。我今不是来卖册，好、哦，不过恁若有需要，恁再等先我去请就对。好、哦，我来上家这两本的册，啊、哦，这本的书咧。真简单，那像囡仔房间，还是大人房间，啊，囡仔书桌，啊，等等咧。
这拢是息息相关。啊，风水学一部车，要用无十页，你用会着，你自然你会，好去做平安。好像这个图，啊，面层安那摆，安尼都好啊。这是足简单的图，互恁大家。啊，咱呐啊，各位十方圣弟兄，咱爱爱这本书，恁来咱基金会、功德会。啊，全省各地咱拢有功德会分会，啊，恁用来咱功德会来请，免费送大家结缘，不过一个条件，啊，恁莫甲等的不收人，莫看到一般的神奇的等不收人，你要要等掉，甲寄当个现我30块邮资，我去寄当个给你。哦，这呢，啊，你甲等掉嘞，因为内底有老祖像，甲我像甲等不收人，迄个足歹势啊。啊！我证明讲，一千年后，这本书内底的妙法拢有用，但是袂变。你若唔相信，你叫恁囝恁孙直直传，传到一千年后，你过来看，这本也无用，我输你。一千年后，恁过来看，一定有用。啊！证明讲，这本书这个法是真理。哦，家家户户，囡仔大细，那平安。咱做事业就顺势啊，咱才有精神做事业。啊，曾经有一位家庭，嘛是企业家，换一间新厝，哦，迄间别墅比风景较水。啊，伊就每一个囡仔，拢有做套房。一面床位咧，啊，伊就困咧，啊，正面困咧壁，哎呀，套房诶，不套房诶，迄别墅门咧，向对囡仔诶，卡未来。我讲，头家啊，恁囝暗时拢走便所，伊讲系啊，好，唔知呐，食一顿饭，便所走三界，上一节去节课，一点钟五十分钟的时，既然走便所走两界三界，莫搞咩老师可能敲电话来作烦嘞，上课老师我要尿尿，有啥啦？你因为你困家，卡位都便所。迄、那个套房便所的门，啊，都坐着马桶，安尼尔，所以这个真厉害的问题，大家拢去说服去啊。人家哦，装潢设计师设计偌水都偌水，无效啦。你设计较水，地理唔对嘛无效。所以地理较重过什么？一般所讲的好设计装潢。所以过去我送一本给恁。啊，恁呐，好好啊，教恁囝、恁孙、孙孙孙孙，甚至咱个出世来，咱个哎，这本啊作实面的哦，咱拢有用，咱这边一般显示有用，就是发啦。所以咱那平安，啊，咱事业都顺势，咱那平安，都精神做事业。囡啊，那未平安，唔读册，啊，一不做。二不休，三逃学，那你怎么办？尤其现在的大家共同欢乐，真侪小朋友到网咖不回家，不干呢哦，不无法的呢，足济咯。我讲祖公还过来拜咧，祖公啊，祖先啊，还过来拜祖先咧，莫认你无祖先。啊，用感到啊，祖先咪做神啊，讲话你祖先做神。那师父讲诶，师父都要做神啊！那师父讲你做神做神，对吧？师父做神啊，做佛啦、啊，伊唔只可能哦，阮祖先到西方去啊！你若毋捌去台北，那会讲咧？我伫台北看到恁某某人，足简单的道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咱会记哩，咱若囡仔真侪，咱的朋友亲戚，甲咱打网咖，唔迄个时，啊厝毋捌来拜祖先咧。叫靠骨头当拜祖先嘞，好拜是大人拜祖先。咱的事业要成功，祖先一定真重要。莫看现代人啊，哦，阿门改祖先人啊，想看无啊？祖先要是出咧老老熟，啊，咱啊爱拜祖先，事业会顺势。拜祖先，囡啊渐渐会乖卡。咱来拜祖先的是啊，历代祖先九贤七祖，啊，请你呢哈，阿孙呢？你个顾好，卖个你去拍网卡，或者你读书，你个顾好。加上风水，囡仔卧室啥有问题，叫车来滴，你看看呢？
绝对袂超过十页。哦，这内底恁若用有着咧，恁就平安啊嘛。啊，恁若平安，共同来为台湾拍拼，为台湾经济来拍拼。我相信台湾有希望，我相信台湾经济会伫世界上佼佼者，是不是？阳光阿姨啊，啊！啊，咱今日呢，啊，真正感谢，好，咱大家来遮，好，听我啊，这个讲解咱易经，啊，以易经来看待咱南科的未来，啊，南科的未来，除了咱拍拼以外，每个人的家庭爱好平安，咱的员工家庭爱好平安，家庭要平安，基本真重要。咱免惊员工伊想好去，员工如何如平安，社会共同的福利拢有修成。哦，所以我常常哎，我足希望我咱哦，若有这个合作，比如阿里公司有500个员工，啊，那么这个500份，甲领导当对看嘛啦嘿，哪里不对？啊，领导囡啊，哪做的不好，无迄个事，哦，平安，专心来上班。哦，咩烦恼？当囡仔下课，唔然走到网咖下边，那烦恼在囡仔咪听到去啊？因为袂乖吗？啊，恁若乖，囡仔乖，员工足拍拼，大家共同来为台湾来拍拼，都会成功啊嘛。哦，除了安尼以外，家庭、翁阿婆、啊太太若平安，老公上班有精神；啊太太无平安，啊那么老公去顾太太。啊，囡仔无人顾，囡仔无人顾，都牵咧死过去啊！啊，死过去怎么办？啊，有阿弥陀佛啦，阿弥陀佛啦！哦，所以咱风水莫甲看作遐尼肤浅，莫甲看作啊，我做遮尼尔啦，我做遮大间公司工厂咧，跟哪有啥关系？足关系！你员工的平安，都是咱赚钱的原动力。啊，员公司员工的家庭和谐。哦，都有咧头壳有清醒，有清醒为公司在拍拼。那无一间公司，咱员工袂平安袂顺心。哦，那么咱做头家嘛是足艰苦的，员工是咱的囝。哦，咱厝中即家中个查某囝，咱的囝咱心无共款，若是对袂好势，咱是讲将心比心。所以当下21世纪对人类有贡献的，易经甲风水。你已经风水，你无问题以后，改一时尔，幸福一世人。哦，然后咱才有机会来修行，才有机会来念佛。无你要念咩都去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囡仔，咱咪走对去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干那话拜托阿弥陀佛，你要找我去。阿弥陀佛，希望给了世界，那个，家里个倒带囡仔，阿弥陀佛，阿不是保姆啊嘛。我跟您请益一下哈，我在成功大学教书哈，那个这边有三个问题跟您请教。我台语讲了，无讲解认证，所以我过去讲好不好？好好，可以。虽然阮老母是家己官不三乡人，嘿，用最新的消息，第一我有三本的，第一个就是迄个因为揭发弊案的黄善九，嘿，我今日听新闻在讲，嘿，讲伊拿什么逢四逢九，咱拢有这款的忌讳。伊讲迄个市议员啊，编号哪伊个办公室后背是四，啊，咱的大楼拢无四楼。你感觉这会用信真的程度是偌济？四跟九，我是很好奇啦，因为我们常常归老归老都不细老。嘿，这是第一个哈。第二个，不知道师父有没有碰过那种会讲天语、梵语的人？伊讲的话，咱拢听无的。嘿，啊，如果遇到这样的人跟我们求助，咱嘛听无啊。欸、我到底在做智商辅导啊？我啷个啊？我就带去给师父，结果两个师父都说没有办法帮忙。那个附在他身体里面那个灵道行道行太深，太高段了。无法度，我是不是什么时阵该带去见师父呢？好，那我只是好奇啊，真的我很好奇哈、哦。第三个，像您刚刚演讲中有提到，比方说阳光阿姨，你说是六七千年的。这种累世因缘变成今天这样开公司显现出来六七千年，我一直对那个轮回哈很好奇。从十几年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就看到前世今生，那本书还有名，嘿啊，我一直对这个轮回，我一直在想说，
他们说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因为我最近刚好结缘认识一个人，不晓得师父认不认识，他居然做了一本书叫做《佛国之旅》，我上礼拜才跟他结缘，刚刚得到今年金钟奖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资讯最佳综艺节目奖，那个廖文瑜廖小姐，她是主播，好，她去这个走访了，她录了50集，嘿，也是因为前几天才跟她结缘，所以她说要带我们去不丹玩，去不丹，我干嘛做触笔？我居然觉得因缘际会成熟了，我是做不赢的人，我挑竿把烟杠都挪开，我想要带队去不丹行行。其实我不知道那个在哪里，听说喜马拉雅山最高的国家。好，因为他自己都有说，他说因为前世因缘的关系，人不是无来透，人等1300年才来解透。那位小姐得了一个好重的病，到现在还查不出原因来，现在这边还贴着伤口，已经好久了，发烧发了40天，我实在是想不清楚，原来宇宙间真的有，我们要有敬畏的心呐、啊，有无？有代志咱无看到，无表示讲伊无存在啊。起悟啦，这种敬畏的心，所以我不知道师父对轮回，你刚刚又有提到6000-7000年，我都该下轮，哎，我想从这边来跟您请益，谢谢。我想你们一杯新奇的咖啡。阿哥，一杯莲花茶，莲花茶哦，不是莲花哦。哈，都正。啊，咱这位教授啊，一收门的问题非常好，正中下怀。哦，这是小的问题，又是这我们很不愿意讲。既然问啊，那我就提供给各位做些参考。啊，四跟九，咱有的人就是四楼的四，较无人爱，病院拢无四楼，拢改做五楼，啊，人都想加四。啊，四耶！咱那另一个节呢，四条朝天，四字朝天。咱的双节有四条朝天，啊，就是这上凶神恶煞，恶煞拢走啊！哦，咱都双，这里好多合法神将来过掉四条朝天。但是四楼呢，啊，甲九楼呢，我九楼九楼呢。那么这是介侪人的看法。我过去到过啊，介拢四号甲九号，啊，甲怎都还袂死。哈，那么这回枪什么枪杀？好，咱的火苗要真注意哦。好，名语音真重要。好，很重要哦。啊，英九袂歹啊。哦，英我姑姑姑袂歹啊。哈。啊，无神故，哦，姓吴，啊，神，搁一个救救的故，叫做无神故，无神故，咱爱神故嘛，啊，你那王神故，哎，迄足好个咧，立神故，哦，煞神故，你那只吴咧，足歹好名，哦，是无神故，哎呦，我今日看了啊，笑一笑。反省嘛，结束。所以，咱这里大家学易经，因为节目，即开始早时6点开始，拢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会安心。你了解易经，这个工课该做不该做，该为不该为，易经摆出来清楚，会伤到家己的，咱就莫去做啊。啊，伤到别人，咱莫做啊。所以你爱易经的，易经话，哎，我迷信算命，我讲无命好算。因缘果报，对吧？运无运好论，行功立德；啊，上无上好说，好论上有心性。咱啊善良的心，一定好面相。所以这呢，我一直个要求，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要安心；大家学易经工作，啊，这里会顺心，做事工作会顺心。大家学易经，大人囡仔该聪明。哦，大家学易经，家庭和谐，万万一条心，真趣味的。我一个空地主，啊，查某啦，啊，伊人是真爱拍，伊就起来舒服，无法多时好啦。哦，伊就易经就读，伊就开始就知因刚拢去倒位拍呢。啊，因刚因人哪出去呢？伊挂上上，因红色地倒去，啊，去到倒位都拢抓到。哦，刚刚因人哦，来个跳。师傅啊，
你教阮某教啥？我安内哦，我行倒去足较倒伊，我甚至爬较倒伊，找较倒伊对无？嘿啊，是安那呢？我一经嘛，一经吹的嘛，唔是人吹的，嘛一经甲你吹哦，唔是恁阿母的某甲你吹哦，一经甲你吹，因为你违背着一的天理嘛，你违背天理，所以你走较倒伊，神就足较倒伊，走较足较倒伊，咁啊歪啦，阮某要叫倒来。伊某，你要叫我等，我要出去，干脆剃头做尼姑，安尼俩，哦，这已经在因果，这是安尼来。所以你讲下讲迄个梵天界依然遐个菩萨，啊，还有依附着伊个身躯来说法，好、啊、来说法。伊所讲话，你个听无要紧，啊伊。就是真正伊个梵天界、天界诶灵魂世界，介做员伊来借伊个嘴、口来讲。讲这是这时阵足侪足侪灵魂界，拢是啊直直听。伊是伫对遮个灵魂界咧说法，是安尼啊，所以我当当嘛听，当当嘛拄着啊，啊，当当嘛拄着来找我，啊，你莫出来找我，哈哈，啊，这叫做梵语，梵天界的语，啊，这咧梵天界的语言对多一位开发咧，咱的台湾祖师。伫关庙，啊，贵人看，就看西川，啊，270号，啊，咱的台湾祖师杨罗文已经100多岁，81岁涅槃，登西方，伊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个转世来度台湾，伊度一半一半，咱大家家己度，哦、啊，迄个凡对伊开发出来，伊。带西方极乐世界，因这里所谓真济菩萨来到世间，来伫台湾。现在大陆嘛足济，当当我来到大陆个时，啊，真济遐呢嘛会走去找我。我你也知，不知道他们就叫我今天来找你。我都半年去改，既然我去，因就知走来山云梦山八卦山再来找我。我你也知，你怎么说？他们都叫我是今天找你啊，你一定在啊，一定会来啊，昨天就来啊。我看到你，我家昨天有空吗？没有啊，我不知道，第一次来啊。哦，就是那菩萨梵天界、梵天界、大梵天界，因的语言要听的话，咱一定爱有修，才会知影因要讲什么代志。啊，有当时呢，伊要来交代代志。搞得哎，有什么结束教育啊？进来来，叫我一年甲讲，我才甲你讲，哎，你有什么结束教育啊？啊是有甚物法轮来转？啊有什么代志会发生？啊提醒我才讲，要安那套也告诉我，讲哎，要安那套是安呢？这有就这些，好、哦、再来，咱有前生今世都这样话啊。咱阳光阿姨讲7000年，咱科学家拢有7000年的历史的智慧。啊，咱已经一化开天，再化辟地。一化开天，就是成光明，啊，就是伫7000年伏羲的时阵，伏羲的时阵，伊的文化一化开天。所以咱每个人拢有7000年前，以前，咱的生命。啊，拢生命，迄个时阵是延续到这个时阵来，啊，一定轮回，会断断续续。啊，有一届，我去大陆，啊，大陆北京呢，当时主张要拍台湾呢，迄个胡锦涛，吼、哦，我来硬派，真派哦。啊，那有一个英年，啊，伊个校长的秘书，有一个英年，家来囡仔未平安，啊，伫大陆。我去大陆，他的英年呢，阿都来催我，阿催我，你今天问题在哪里嘛？哦，我你干什么？他说我是在某某某某某某啦。我哎、欸，啊，你这个，
不要开玩笑，对台湾哦，你回去告诉你们的军头。哦，我想你有没有轮回？你说不知道，好像没有吧？你有没有祖先？有。哎，有祖先就有轮回啊呢。哦，那我们都从事中华民族，兄弟姐妹，同宗同源同根。若是你有祖先的轮回，那么你爱注意。我请问嘛，你的祖先是谁？炎黄二帝，那就对了。我也是炎黄二帝。啊，好了，你认为台湾的同胞是你的爷爷或是兄弟姐妹？因为我不晓得嘞，我说你有可能是爷爷。那么，若是你用飞弹打台湾，你就大不孝。哈哦，若是你认为台湾的这些同胞是你的兄弟姐妹，你打台湾你就不义，无情无情无义。啊，若是认为台湾这个是你多生的儿子儿女，你打台湾的话，你就没有慈悲。我这三行讲呢，那你我们就免谈了嘛。我本来就免谈嘛，对不对？也要谈，你跟你的老金头讲。哦，等于呢，改成副金头了，都讲我这问题啊嘞，吼、哦，一直要见我啦，要请我，要北京要请我啥？我哪要你请？我哪在？我好你请的时候，我等下我要接受调查嘞，我假扮上瘾哎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一届来嘞，啊、哦，我就去北京，啊，去看咱几个台商的企业家的工厂，啊，去哦，伊那先那知嘞。啊，讲那一天晚上要请客，哦，那一天晚上呢要请客就对了，好、哦，要请我吃饭，要有话跟我讲，哦，那我好啊，那不但既然是晚上让他请，结果四点我啊，电话打给我，因为副军头紧急送到解放军医院急救，我应该你怕台湾，你都想嘞，我好你怕台湾，你主张要怕台湾，你就会遭急救。啊！你要转的呢，基本上无出来，煞死翘翘啊！哈，哦，这就是讲有轮回，绝对有轮回。那么我刚才说，阳光阿姨跟所有那些工程师、企业家，那拢有七千年的生命的，都是一化开天，那能够生命。所以孔子啊，孔子他讲一句话：“吾道一以贯之。”哎，吾道。是替咱大家讲话呢，不是他讲他呢，吾、哦、就是我的心啊，每个人的心，每一个人的生命，一以贯之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嘞。所以，因为伊一句吾道一以贯之，海西两个人，哦，做恶业，第一个，迄个秦始皇，哦，吾道一以贯之。我比你大，我做皇帝大，没可能焚书灭啊，焚坑，不然灭这个儒家的思想，切干修修掉。伊就是看到无道一以贯之，伊唔完呐，我皇帝比上较大，无想到无灭掉呀。啊，无想到咧，咱的这个叫做鬼谷子的徒弟徐福，啊，那时阵呢，伊就咧看了唔错，且进前上杠先，甲见2225年前，将咱中国足济好的妙法，且塞日本去，转到日本5000童男童女，走到日本去，才传到倒来。所以我这风水册咧，足济是对遐个写到倒来呢。哦，迄是足侪伫出日本传到遐兴，是安原因是安尼呢？哦，那再来毛泽东啊，他的文革啊，批孔哦，批孔啊嘛是无道一以贯之，因为无道一以贯之，你无顾着，拢讲哦，孔子伊遐大，伊贯都我咧袂掉，结果无想着，迄是替咱讲咱的心理生命的话。咱每个人生命就是道啊，一以贯之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
永远是不生不灭，咱的身体有时有阵会害去安尼尔。啊，这个就是讲，这个叫做哈咱生命的问题。再来，啊，咱讲去防怕的，嘿，嘿有迄道理。好、哦，我常常当着只石头了，是不是？我家己都，我十一年前，向红两只手，生落麻、抽、疼、胖崩、胖袂起来，牙齿牙袂好势。吼、哦，我高药变死，高去红高拢无效。我想那安尼一定有问题。我家己开始打坐，静静的看。哦，行啦，这里二十外岁囡仔，坐我面头前。请郭扎沙，我你想啦，讲我跟你1170年前，哦，我们在睢园，睢园，我听睢园都咧睢比较多的哩，睢园，我听睢园的缘分的缘啊，睢园的缘啊，我那个是真正是拄着啊，啥代志？伊讲1170年前，咱住在睢园的正卡，你咱出名头尾，哦，咱去抽查，去打查。那时候你17岁，他21岁换，哦，那么查你先等下，你先打大打打打，结果打到伊个，啊，伊个我先拿去等下，打打伊种唔完，等下好妈妈爸爸拍，拍下赢，人家我花式讲一定要找怎么样死，以后嘛要甲找甲丢就丢啦。哦，要不是话哦，你阿找遐顾虑呐，把伊淘汰，伊讲我不愿，我袂淘汰。我一定要找到，要报复。啊，看到我这样的修行啊，所以无法子话，给我两只手，因为今个头打的生抽疼无力嘛，我无打不了啦，无要安怎嘛？那阿扁啊，伊就讲无你要安怎嘛？啊，这是上天赐位嘛，无你要安怎嘛？对不对？拄了拄着啊，是不是？我无我查过行李讲，千万你伊也袂让我行啦。哦，要创啥拢唔肯啦，无一担偌济，我你要十八、二十八个你行李啦，伊嘛袂啊啦，烧金纸好嘛袂使你啊啦，到尾啊讲无安尼啦，我即中间我拢迄阵开始，人咧以身体来问事啦，啊这些，我只这些功德回向互你，好，我五天、七天、啊九天、嗯十二天、嗯，今日十五天，转头。都唔头，一做我讲，我明仔就开始都唔头，啊，就走暗，走暗我明仔再去咧，我伫山里向红报名，啊，报名咧，吼，第二天报名有够济，啊，奇怪，那是你报名的这号码，百外号变到200号，早时7点我去就拼死做，吼、啊，拼死是第第解答问题啦，解些创啥加持啊创，啊，好个暗时拢12点过。哦，但是得加持的是辛苦，这手拢好哟。啊，个耍两只手又个袂胖胖啊啦，等下洗辛苦咧。吼、哦，我都跳低啊，扭扭舞我都啊，足艰苦的啦。不过十五天啊，上尾天个如是，吼、哦、吼，安尼吼，到尾阿妈暗时日头落山，伊就来坐伫我边啊，迄、那个伊啊长条，伊啊多啊，长贵啊，就坐了。也咧看，我后面有够歹看，吼、哦，我就舞个12点要买1点嘛，安都16天，安尼伊嘛好啦。哎呀、啊，我才讲啊，罗都做主啊啦，好、哦，这位咱的啊好处兵，我吼、哦，那已经16天的功德拢要回向我哩，啊、哦，我甲你回去咧，啊、哦，我甲你磕头，阿贵咧，甲磕3个头，票就无坏啊，手我怎好呀？甲即摆好溜溜，11年。所以这点就是跟五轮回的关系，有这个结恶缘、恶缘。啊，那比如咱这位地主，伊嘛真过来休息啊，啊，伊是老下一个好朋友啊，啊，结果死去啊，死伊煞惊伊咧，煞唔敢看，老下落来，伊就我底下说你，啥物啊？哇，感觉伊就出面头尾拍了个咧，头壳咧摸咧个摸咧，直直发烧。烧十外天拢未退哦，安尼疼，抽疼未退。啊，我地主因的同修啊，吼、哦，就一下大家在啊念南无阿弥陀佛，
啊，念迄个日本啊日莲教妙法莲啊，正直直念着咧，啊直念者啊，坐伫念未听，人个无念，都去听，都发烧，那有可能就是我动手甲你念念二四点钟诶，一百相应。到尾啊，咱现在宜兰，啊，咱诶宜兰道场家己地主，阮法师运动啊，来找师傅啦，到底是啥原因啦？无啦，甲咱烧烧未停，我听未好势，啊，带来我嗯。恁厝边头尾楼下遐人转去，啊！你甲你好朋友，你甲闪的吼，嘿啊！闲啦，伊甲你骂咧啦，头壳甲骂咧啦，听讲直直发烧啊，烧袂停啊！伊讲住啥无好啊？我讲转去，紧嘞！吼、哦、你，我甲你做公亲，我甲伊呢厝边头尾好朋友嘛，你爱甲你念一支香，啊！你都甲讲到，你都何必安尼甲创治？